小月，小月，你看，我给你买新牙膏了。刷完牙，洗完脸，过来吃饭喽。下午，小月要开始学习喽。晚饭后。我们要出去逛逛啦。彩彩一路就在找草。采草师傅说，这狗为什么喜欢吃草？有没有人知道为啥？我们来看荷花啦。捡到一片荷叶，在头上吧。啊，这个叶子都被虫子吃掉了。哎，这几棵树都不行哎，都吃光了，你看。哇，这个云好漂亮啊！看，渐变色小馒头。还真的有点像。看看，他们都在看什么啊？是不是在看鱼啊？哇，月亮出来喽！快走不动了，姐姐抱一会儿。彩彩，你看，姐姐对你好不好啊？嘿嘿。